金钟五八戏剧类星光大道21号晚间登场喽，快来看看有哪些精彩亮点吧！首先是一开场，两位红毯主持人就带来爆点：蔡昌宪西装里长透视装，衣服底下是空的，直接在红毯上露点啦！文龙，今天超怪的，哇，刚刚开双点哎！而在今年的星光红毯上，究竟谁是第一帅第一美呢？小编也特别为大家整理出几位最美最吸睛的女星，现在就快来看看。另外，在男星方面，个个也是帅度破表，竞争相当激烈。小猪蛮帅的，蛮帅的，他可以第一名。而在金钟红毯上，除了比帅比美之外，当然还有一些幸福画面。Bye.